新款 PS 五，52万，行，我112,300，我屋里的车，哎，马哥加价，马哥买加价，六起头，六起头，5跟8，我买单吧，我的大砖头充电宝，再加我的马桶。一年使用时间，你必须要拍了算间的马桶使用时间。拍我的马桶，这么久买单，真服了。更一次，对，主机3080，先8处理器。那你给你减1000吧。好，卖一块价值200多的香皂，我们7个人70万。好吧，那就他70万吧。我的两把剑选一把吧。5万，他喊的。5万，我的2个包。什么牌？什么牌？另外什么牌子吗 ？LV。21，这次就跟我这么大的。那个马总，你好，蛋跟班那些洗头，还有啥来？买单，你选一个，现在马上兑现。你有没有中意哪个？洗头。我还想说，你要拍东西，你还要拍东西吗？我不拍东西。洗头。你不给我洗？对呀、啊。我不确定我还拍不拍，要不然我给你买个单吧。买单？我看我购物车，要不捏肩膀 ，SPA 可以 ，SPA 给你来个金饰 ，SPA 坐吧。那我问你，那个叫什么？这怎么？这个是刮痧。刮痧？你不知道吗？中式刮痧，就是这样刮，以前都是拿。香油抹到背上，然后拿硬币这样刮刮刮刮刮刮刮，这是一个，这是认真的。你会不会拔火罐？我拔火罐也会，酒精烤一烤贴上去，来吧，给你先按摩。啊，你要怎么这样可以吗？哇塞，这样我也按不到啊，你就坐这吧。就这样。这件衣服可以脱吗？这件衣服可以。啊，没问题。好，请问马总哪儿不舒服？哎呀，最近啊，这个寻思着啊，这个肩颈这一块儿，都是不舒服。哎，对，这一摸下去我就知道啊，马总最近劳累不够多呀，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这根筋，帮您顺一顺，一顺发大财。可以，二顺保平安呀。专业。三顺一切顺呀。不错，顺下去了。你怎么说？哎呦天哪，图都排干净。展个红啊！您这专业啊，您这必须的啊！您这按摩弄成这个刮痧的效果，他们相信一定。还有颈子不舒服是吧？肩颈老毛病得早点治疗。好，坐，起。好爽。坐。放松，放轻松，放轻松啊！很紧张，很紧绷，很紧绷，放轻松啊！一切都顺水而来啊！事业发大财！好，一切都红红火火的啊！好，再帮您揉揉背。好。算了。就是这样，你不是按压下去，放松。早上洗头了，对不起，早上洗头。放松啊，放松。好。哇塞，是不是不一样？哇塞，是不是？挺不行的，真的。哇塞，这是帮你顺一顺。哇塞。哥们儿专业的，这外面都要收费，多少万？过年偷学手艺了，小朋友啊，腰不能随便乱按，轻轻按一按就可以了。对，挺爽的，哇塞，舒服。主要是深入肌肉，然后揉开它，肌肉不要太紧绷了。好，这肌肉不是很紧绷，
屁股蛋不一样，那边那边，好这边啊。哎呀，哎呀，放松，放松。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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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还有没了吧？一千，十一万零一千，不是两千。洗个头，洗个头，睡觉了。好，我洗个头。您倒是先把我头发都冲湿啊。都抹了啊。别呀别呀，再低别呀别呀，再低我们这个头部按摩治疗我们现在这个当代这个年轻人的精神疲劳，毅力。从这个护发，这个护发的这个洗发水，你脸上油润啊，颧骨也非常好。你什么？你口纹，你口纹哈，你看这个泡沫也非常的绵密。你满意哈？你满意再请回家。我觉得可以了。好，可以了哈。好。洗得很舒服，特别舒服，可以，不错啊，感觉头皮都非常的舒缓，非常的棒。这个香味太香了，这个香味十足啊，这个不错啊，洗得很棒，下次别洗了。好的，没问题哈，谢谢您肯定我们这家，马上我们就撤店。好。那您还满意这次服务吗？这次服务啊，我只能给您打一个两分啊。好，反正我们也撤店了，带走吧。啊，谢谢您啊，这个可以勉强提高一个两分。感谢，快走吧，撤了。好，快走吧。好。啊。哎呀，这洗个啥头？
任务了。你要干什么？做任务？这很乱的，你不能出去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他的房间，是他的房间。啊，少轩。你干嘛呀？怎么了？干嘛？有任务忘了，向你玩游戏。什么？刚跟班，请说。吃饭？怎么说？各一次是吧？请吃饭。你的就是我的对吧？不是。去哪儿呀？去我。点的。哎呦，怎么换的吧？来，给我。我不想吃，不想吃你就留着，回去再请。什么鬼啊？不是我请你，你可以要求我。你是不是这么不会过呢？翻那个。刚给丁哥洗了个头。真的吗？那我要想贵的。现在点。你请我。现在哪有点的？关门了。你或者你回，等我们回北京。那不行。哎，这样。你把我带上，等下请你吃一家烧鸟。我凭什么带你啊？我给他提供地址啊。那就马哥请喽。我请。人证物证都听到了。好，我请。请我吃日料。吃日料。这谁的手机？我的。是我们刚刚其实在练歌，你们突然进来了。给你看。我一直录着呢。是我们刚刚正在录歌。不要看啊！我们正在录歌。我看一下，还蛮可爱的。我看我突然进来的时候，你们啥反应？你要干什么？我这很乱的，你不能出去啊！我有点急，说说。对方比台湾强。很乱的，超雅的。怎么说？趴下。能给你捏个肩？我不要，我要请吃饭。快点，请我吃饭。不是，这都有。好，捏肩。捏肩。Come on。不是，等一下，你只选一种，捏肩请吃饭。吃饭吧，兄弟。我建议，有没有边吃饭边捏肩那种店？我帅。那我觉得是有。反正我觉得吃那家日料，把我带上，我叫你，我给你们提供那个店，又好吃。你提供捏肩服务。我跟你们说那个店，给你带你们去找。哦，顺便蹭一蹭一蹭蹭蹭蹭。行，那就说好了。嗯，好。等回京请吃日料。OK。好。马哥就是大方。那对了，拜拜。拜拜拜拜。吃点呗。好酸。哥，我们的账得算一下。啥账？嗯，啥账？这样，他得答应我三个条件。就是，干嘛？什么？没有开玩笑的。怎么好紧张？极限刺客，折线还是？神经病。神经病，你当时要拍这么多的，好吧，你什么东西啊？买单七千四，没见七千四，七千四一次先请你吃五刀，那这样吧，七千四你请我七次好吗？好，七次好不好吧？好不好？那七十次，那这样吧，请我七次按摩，然后呢？加两顿吃饭。然后呢？再按摩，好按键。来吧，你在这儿啊，你趴下。哦，按呀，不要，我已经好了。不要暴力输出啊！我很暴力，我很温柔啊。啊！你不要故意啊！我痛，我痛，我痛啊！小朋友啊，腰不能随便乱按，轻轻按一按就可以了。痛吗？痛啊。你姐。
好久没有让小雪这么心甘情愿的给我。好了吗？好了吗？七千次你按的有七十次了没有？我好累啊。啊，好痛好痛，你别报复心里啊。我没有报复啊，我是认真捏。还行吧。可以，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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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我们去吃七次饭 OK 吗？ Let's deal。行吗？六次吧。六次。七次。六次。八次。六次。九次。啊，七次七次。十个。卸妆了吗？卸了。怎么这么爽啊？对啊。哎，小菜鸡。我说，去啊！小刘给我干嘛呀？小刘给你按摩，然后拿 LV 包。LV 是写的卡片哦。不管，不管。我不行，我要按摩还拿包。21次，这样我按50次行不行？嗯，行吧。然后他请客请一次，跟班跟2次。你这么70万多次哦。我跟邵轩七次我就给我七次，请问七次饭。对啊，我就让他按摩，怎么可能给我按69万次呢？那你这按时，我想给他洗70万次。那你就让他请你吃60次饭。我只想洗头。我不要洗头。70万次如果真要来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兑现，我愿意。那70万次的头，我反正必须要洗。可以吗？你要从头皮洗掉吗？一天给他洗完。你当我跟班吧。好。只要你跟班帮我按摩。也不是不可以啦。你躺下吧。那我上床吧。怎么说啊？怎么说啊？啊，躺好。嗯，怎样？躺着也趴着呀？趴着呀？那我怎么给你按？我怕把妆弄到床上啊，好爽，好享受。这按摩技术不太好，我喝了。还可以吧。哎呦，哎呦，哎呦，哎，怎么喝了？按的有点想死。哦，哎，我乱了。没事，马上就要洗。还有头部按摩呀？还有镜框啊，你镜框不需要啊，镜框不需要。还有脸部按摩，我需要腰部按摩，我需要腰部按摩。哦，腰部按摩，跟班儿给我倒杯水。好。哎，不错不错，按摩师现在还有助理的。来，那个贺哥，哎，谢谢谢谢。怎么有头发？怎么干的事啊？怎么有头发？不要停啊！怎么？现在头发呀？还想要包吗？你要包我？还想包吗？按摩师休息太久了吧？不给钱了呀？怎么说？可以了，我们走。好，还要怎么样？好好干，帮我也按一按。好。你不问力度还合适吗？力度还合适吗？轻点吧。哎，你力度有点重，按按肩就行了。哥最近这个，来按按腿。嗯，可以可以可以。你们按按屁股的，给他按屁股。按屁股有点太痒了。怎么说？力度怎么样？有点痛。还需要我做什么服务？哎呦，用铁丝头可以吗？你希望张哥怎么样？张哥希望泰式按摩是我们这边最高待遇。那你给他泰式一个。那咱就是说对吧？这是什么按法？开玩笑，这样会让他这样。啊，你这按摩，小芝麻张哥还不错吧？挺独特的呀。挺别致的，还不错吧？有种穿透感。哦，哎，帮我跟杰森打个电话，联系一下。你在这干嘛？一会儿7点还有个业务。
杰森送，杰森送，杰森送，你在干嘛？我们老板说待会儿有个那个业务，行不行？换个地方踩。你听他说，喂，杰森，是我 ，Amanda。那个我正在跟这个亚历山大张老板，换个地方，换个地方踩。吃个饭啊。对对对，就是。咱订个那个5000人的场子，然后吃小面。啊，他跟我们老板说整个5000人的场子，然后吃小面。加两个蛋，一定要两个蛋。他说你如果你不给他加两个蛋，以后的合作怎么样再继续？好吧。哇，舒服舒服。对吗？爽吧。换只脚。我看老板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跟 boss 飞打个电话。好。啊 ，boss 飞能打电话吗 ？boss 飞，算了吧。Boss 飞最近不是我们能招人的。对，哎，这跟班真不错。小刘啊，你们这按摩怎么还有一种窒息感呀？给张哥洗个头吧。张哥，我不需要洗头。张先生要洗头吗？不需要。陈先生想，不需要。那差不多吧，今天服务到这儿了，结束了。不，怎么还不够啊？你们这强制性按摩呀？不够。张哥给大家唱个歌就可以结束。Yeah，break down。 好了好了，今天你的吧。那我的任务呢？结束。好，我结束，那我拿书包了。对呀，我包了。那你包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又不是我的包。结束了，那我就收包了。不对，你要给我拿21次更半，我每次都会拍 vlog 记录下来。行，皮带怎么都被你搞掉了？啊，小刘，帮他把皮带系上。张哥，这不需要你亲自动手。有点帅吧。好了 OK， 接了哥哥回去交接吧。其实有问题啊，你们都有问题，你太有问题了。老板，我看你的行为，我感觉这包我用不了。老板也觉得这包你要不了。开玩笑，老板还是人很好的，人帅心善。真要不了，真要，真得要。我跟他关系不一般。但你让我跟班。啊，刘总，刘总，还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那你等我20次更单，我不让你包了。谢刘总，好不好？走，好不好？我们去找杰森送。好，那小面，那蛋，我至少我吃一个半。蛋，你想吃多少个吃多少个，我当场给你抓鸡来。好，我告诉你，我叫马蛋，我叫马 Queen。OK， 你叫马 Queen， 你说我是你的助理，那你就叫。叫格兰德·法泽，叫那个 Peter， 叫 Peter， 可以，你就叫 Peter。但是 Peter 一点都不像商业人物呀。喂，杰森送，今天会议取消，对，就是那个有内鬼，别来了。其实是我要跟这个Lemon 岩，叫什么来着？我叫格兰德·法泽，叫格兰德先生啊，要这个。按个摩啊，对，又有活儿，哎，是，需要全身马杀鸡。我们这么快就明确了你的需求了吗？你要是愿意，我就可以洗头，可以，还可以干嘛呢？在这当跟班，还有买单。哦，买单这个好啊，这个不太好。哎，我最近那个头上面买单这个好啊。我最近购物车刚加了好多东西，拿来看看吧。就是只要不超过2块钱的，我都可以进得起。2块什么币？2块1块。好，那我拆。你先看看，先让我换算一下呢。公司很有实力的，2块。公司的人员很庞大，一共就是我金砖多少钱？2块金砖多少钱？和我的助理，助理叫什么名儿 ？McQueen。但是刚刚呢，我们解散，因为 McQueen 觉得我和亚历山大张有点关系。McQueen 变成你的老板了吗？哦，对 ，McQueen 变成我们刚刚那个 McQueen 买股份，突然不知道从哪儿中彩票了，中了6亿，结果呢，本来他的49%的股份就变成了5%。这样吧，我不要你别的，我也不要你帮我马杀鸡，把你的股份全部转给我。啊，我从哪儿给你找这个股份呢？你找马 Queen 去谈吧。马 Queen，
算了，我还是给你好好的。你要给我全身个，你要那就帮我按一下小腿吧。OK OK。哎，等一下，我买的是啥呀？你买的是我的剑。我不要了。你不行，这个是强买，这个是强买强卖的。哟，哦哦，力道轻一点。好的，我们是有工具的。哦，可以可以，有东西，不行再重一点。哦哦，可以，两把手吧，有一手好。哎，是。对，你的手气确实挺好用。对。哦，可以。睡着了。做噩梦了。不是，都过完年了，还这样？什么？发出一种这个有年味儿的感觉。嗯，是吧？是，可以，可以。哦，我的手法还不错，看起来。对，这样第二年卖的肉提升。大腿也可以按一下。也可以，就是。肩膀吧，肩膀。其实当跟班很爽，但是你没有选择。当跟班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当我跟班，你可以，我们可以去干嘛？比如说接茶倒水这种的，像刚刚的这个，刚才里面那位我的老板，他就或者，然后我们去买个黄金财神。但是现在服务已经过半了，你看，如果你要选择更换的话，没事，我可以一半一半拿来嘛，你可以拿一半的跟班服务。OK OK， 那走吧，服务结束了，快点。哦，我是跟班。继续按摩吧。OK OK。哦，这就才开始了1%吧。后面的帮你洗头吧。后面的99%。我刚刚是多少次来着？5万次啊，五万次。这样啊，我给你洗50000次头。我们明天可能要路过少林寺，你直接入寺。头发绝对符合标准，怎么样？我不进少林寺。哦，不进他们那，那算了，那就算了吧。我本来想给你洗70万次的，可是他没同意。你帮我按70万次摩吧。现在才第一次，可以。可以了吗？可以了，可以了。我没有第一次就这么玩，第一次就这样吧。OK。后面50000次是吗？后面的49999次再找你兑换，好吗 ？OK。OK。感谢你选择夕阳红蓝宝典。可以，夕阳黄宝典。下次再见。哎，终于完事儿了，太累了，太累了，还亏了2个包，包倒是没亏了，还好还好，谢谢 McQueen 先生，谢谢。